这个司警啊，看泽呀，以后在一个节目组里还是要好好相处才对啊。是看泽，跟司警道个别吧。别过来别过来，难道真要我表演当众对着他流口水吗？司警，你香水呢？嗯，干嘛？那你喷那么多干嘛？这么紧张？谁紧张？那再见。再见再见，赶紧走吧，最好再也别见了。再来一回，我尾巴上的毛都要被我秃噜掉了。看哥，我怎么觉得司警好像真是你的私生饭呀？那天莫名其妙来要什么车载香水就已经很奇怪了，今天看到你以后，他整个人看起来都不对劲了。你过去打个招呼而已，居然还补香水，挺有意思的，和想象的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他像我一位故人一样的性子。手机给我一下。啊，司机，他的微博叫什么来着？祖宗啊，能不能先放下你的宝贝瓶子？看泽关注你了，你倒是回关一下呀！啊，呵呵，哎，别呵呵呵了，你这么来，他们只会撕你撕得更狠。你知不知道节目组官宣以后，两家粉丝掐成什么样了？那，哈哈，哎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的花露水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了，全没了。